在香港吗？在香港吗？在香港吗？告诉我，大叔，这边是台湾，这边是香港，怎么抓人的？我们没有抓人。各位，我们还有口子在里面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口子在里面哦。我们要去市长室，我们要去市长室，我们要去市长室。你为什么把我放放标语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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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为什么把我拿走？拿出来。我们进行抗议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周明安在里面，请他出来，把人叫出来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周明安呢？请他出来。飞倒在地，脚受伤，现在市政府里面，我们这些同仁在外面继续声援他。而柯文哲市长室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，不愿意出来面对。